工作的时候，其实我是比较不放过自己的，我是比较严苛的，要不然我就不要做，要不然我就要做到最好，所以这种个性其实也有点把自己逼得太紧了。这样 ，Ireo 这个品牌，我真的花了蛮大的心血。因为做衣服真的是一件蛮困难的事情，你要去了解品牌的大方向、布料、还有剪裁、还有设计，全方位你都要考量。可能有的时候衣服长一寸跟短一寸的那种视觉设计的感觉就是完全不一样。他们就是随时 stand by， 必须时时刻刻抓着我剩余的时间去跟我讨论细节。我只要一想到什么，或者一有什么灵感，就马上传到我们的群组，然后大家一起讨论。每天都在想说，怎么样我可以做得更多一点，然后怎么样我可以做得更好一点，怎么样可以让大家真的认同跟喜欢这个品牌。Ireo 真实的自己，当初建立 Ireo 这个品牌，我是很希望大家可以找到最真实自己、最贴近自己、最适合自己的衣服。它的蝴蝶结打在这边啊，我就硬要弄在另外一边，这样子去试各种不同的元素，让这件衣服看起来更丰富，更有自己个人的特色。粉丝也会询问我说啊，那是不是身材都要像你一样这么纤细、这么高挑才能够穿得好看你们家的衣服？其实不是的，我们更注重的是修身的效果、舒适度，所以我们的布料呢都用得非常的好。不管你是什么样身形的女孩子，都可以穿我们家的衣服，而且是穿得好看、穿得舒服，然后穿得会让人家赞叹，会觉得说啊，我也好想跟你一样拥有一件我们家 Ireo 的衣服。有一份支持的力量，就是他们陪着我一起前进，而不是让我孤单一个人。创办 Ireo 的时候，我还同时嘎我的电影啊，然后还有一些广告啊，还有代言。我觉得很多很多很煎熬的事情，每天都没有觉睡，然后睡不好这样子，因为那个压力真的太大了。太多人期待我做衣服这件事情，其实已经粉丝讲了好久，但是我一直不敢去执行，因为我知道做衣服其实真的不是像大家想的这么简单。自己真的很诚心，然后很努力的去做这件事情，希望大家可以穿上 Ireo 的品牌，然后做最真实的自己。